这哦，嗨次呢，，Mark。我在 Grace 告诉我去旅游之后，超级兴奋。我们去 Yorkdale 逛街，然后买拖鞋，在 Forever 21买拖鞋的时候，我看中了一个这个水下拍照相机，好可爱啊！是一个粉色的波果，正好解决了想在水下拍照又没有什么好方法的困扰。当然了，这个是玩具相机，我不指望它能给我拍出什么多好的一个质量，但是可以尝试看看，我会告诉你们好不好用。怎么打开这个呢？就从边上的卡扣打开，就可以拿出里面的相机了。这里面相机是可以平时在外面拿出来拍的，这一套才17加币，好便宜的。为什么呢？像这个壳，如果给任何一个我的相机装的话，至少是500块钱以上。然后从边上有个小卡扣打开，可以看到我们装胶片的地方。胶片呢，我是有一个这个 HP5，是什么呢？它是黑白胶片，ISO 是感光度是400，然后有36张。怎么装进去呢？像胶片相机都会有一个栓，你把这个翻起来，哎，拉起来，因为不拉起来的话，它下面有个卡槽的，它正好把那个胶片固定在这，就像这样。胶片分两头，一头是有个小头的，这一头是朝自己，就是相机的底下，这样子放进去，哦，放进去了，然后把这栓，哎，摁下去，这样子胶片就拔不出来了，它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了，然后把这个尾巴拉过去，拉到你们看，这里面是有卡槽的，你把拉到这个卡槽里，然后啊用这个齿轮把这个转过去，不断的转，胶片就跟着过去了。然后等胶片齿轮转不过去了，应该是它就是进入一个栓的模式，就可以摁拍照了。然后把这个合起来，我们听一下它的试拍声音。我也是第一次听，哦。它已经拍完了，就是这么轻快的一个声音，没什么质感。然后一旦摁了之后呢，它又可以，你看，又可以去转它了。那转到一定程度，它又不能转了，说明它已经转到第下一张的那个位置了。就是我们这次又可以拍一张，拍一下这个 setup。OK，又拍完一个，我觉得我们已经试拍了2张了，应该胶片已经在合理的位置了，所以说这个相机呢，已经可以正式开始使用了。我们再把它装回到这个防水壳里。OK，搞定。我的，摁快门怎么摁啊？摁快门的按键没了。果然便宜没好货。摁快门的按键竟然掉到我书包里了，这可咋整啊？好吧，我重新把这个橡胶给装上去了。这个看着好像不怎么防水，如果真的坏了，就是17块钱的相机没了。所以现在就准备去水下拍照了。用这个胶片拍出来，我们要与 GoPro 做个对比。虽然这个胶片是黑色的，我没有彩色胶片嘛，但是还可以看出它的质量到底是过不过关的。尝试一下，那就这样吧，到时候我们试拍看看。Hello，我们现在要下去拍我们的照片嘞。你看林星，他真的这次真的是人走神回了，不可否认。感觉我眼睛没调好，怎么这么奇怪？我的斗鸡眼了。他为了帮我拍水下照，所以他要带这个人走神归境，超级漂亮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云真的好不真实呀，好像假的一样，好浅哦。是啊，我说的太浅。没关系，那我就不会淹的。我完全看不见，我这个拍到我现在也完全看不见我在拍什么。这云真的太美了吧，感觉真的太不真实了，这个云。先上什么？上工作。开始。交给你了。好。先适应一下。我完全可以适应。我就是海的女孩。哇！哇！我的 GoPro 我都烂掉了。还能再过来？先录一点。哇，这太浅了！
这里太小太浅了。我自己视频了，我自己下去， okay. 我要下去， okay. 我要走了。加油！来吧来吧。我的水不清啊！我就是海的女儿，海的女儿，海的女儿。Nope， 先决终于来一次。好，预备走。你在水面上完全不能拍了，我头发卷不惯了，只能在水下拍。好，对，我知道。对，等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们现在来组照片吧。你下去的时候换一个想法，就是吐泡泡啊之类的，憋像憋气一样吐泡泡这种。换玩具机，然后我们就下楼、啊。哇，玩具机要下水了，希望没有问题。我倒着吧，要不 ？OK。一、二、三。有拍到吗？应该有吧，不知道是什么效果。再来一个。一个。一、二。然后压下去，先放满水就好压一点。对，先把这样水进去。一帮别吸啊！走。你有在录像吗？我有在录像。你有在录像吗？我在录像啊。这好像椰子广告。我操！我操！好变态！加油！给你拍一下这样子的照片，水下这样背光。OK。我的相机漏水了，我拍一半了，发现里面的进水，我把这个放在里面给它。我们的游泳活动完成了。嗯哼。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看一下我的东西。什么东西、啊？看我能不能上去。上去，哦，上去吧。哇，可以哦！直接去，把那个穿起来。OK。